cost me any more. Oh, this is incredible. You just sell this, I'll become rich. Oh, nobody likes my dishes. You know, real Chinese food is... You know Chinese food. It's not like I cook. Maybe I change a lot. I love your cooking. Thank you. 我老公永远是我最忠实的粉丝，我做的每一次即便是我自己都觉得不好吃，他总是说总是支持我。 Hello， 我们准备带着小家伙去游乐场玩了。整个游乐场就这么小，不算很大。我老公现带小家伙进去玩了，我本来是让他先在外面休息的，在里面好开心啊。就是我老公这一星期急着忙着做事也辛苦了嘛，我说让他先休息，我先陪小家伙玩。但是他说呢，这个星期你也辛苦了，让我在外面先照顾东西，他先带小家伙进去。哇，奶奶，奶奶，你们是做餐饮的，我刷不 OK？ 嘿，哦 ，OK。这个是大的娃娃机，哇，好大的娃娃机，来看，哇，有点大哟。Timmy， 你一个人可以吗？哦，好，我跟你一起来。You slide down to Mama. Come save Mama. Lele, Lele. 我还以为小家伙回来会睡觉呢，结果他越来越新鲜了。算了，我现在来做饭吧。哦 yes, okay. I will take the bean in these beans. Yeah. 我公公也喜欢种这些东西，但是他种了之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我来把它摘了之后研究一下。我把可以摘的，就看见有那么大的，就全部摘回来了，剥开就这么点点，那塞牙缝都不够。不过弄几个鸡蛋一起炒了，应该不错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蚕豆炒鸡蛋，来试一下。我公公这个人啊，是就是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呢不怎么说话，但是他就是默默做事情的那种。像比如我做媳妇儿吧，常常跟婆婆买买那个鞋子啊、包包啊、衣服啊之类的东西。但是你看，跟公公就是没怎么做过什么，因为他不喜欢收礼物啊、过节日这种。但是他喜欢吃中餐，所以说我就想说我来做几个菜，然后来感谢他一下吧。就是我今天准备做的菜，准备做一个西芹炒牛肉、西兰花、茄子和土豆，然后那个我刚刚的蚕豆炒鸡蛋。我今天做这个土豆烧茄子呀，那个土豆条是昨天公公买的那个快餐没有吃完的这个薯条，你看这么多，因为也是浪费。我想说家里正好有个茄子，我来做一个这个土豆烧茄子。我先把茄子过个油。茄子和土豆炒的软烂就 OK 了，再放入小葱。这个菜就结束了。第二个菜呢，我准备做西兰花。上次有网友告诉我，就是西兰花出水太久了，我今天少弄了一点，你看还是绿绿的。西兰花是最简单的，出个水，简单煸炒一下，加上大蒜、盐，这是我通常的做法。哦，再加点蚝油。对了，网友告诉我说，加上蚝油其实不用加盐，直接清水煮了之后加蚝油也挺好吃。我没有试过。那个，我本来其实像我们家一家人啊。最多吃个两个菜、三个菜这样子，但是有网友跟我说，就是三个菜有点大不敬，所以说我今天呢就整了四个菜。我本来手艺也不特好，但是看我最近一直没有发我做饭的视频嘛，但其实这段时间我还是有潜心修炼的。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有没有进步哈。大家看今天的西兰花怎么样？没有炒老吧？先把鸡蛋炒一下，这个菜我炒蚕豆炒鸡蛋，炒到翻身的时候我把鸡蛋省起来，先放点大蒜，然后蚕豆放进去。这个蚕豆特别嫩，炒不了几下就 OK 了。再把鸡蛋倒进去搅拌一下。好了，现在就做最后一个菜了，芹菜炒牛肉。这个牛肉是我提前腌制好的，加了料酒、生抽、老抽，还
还有一些香油和胡椒粉。牛肉已经变色了，我要加入这个芹菜啦。金好了，可以出锅了。哎，好不容易我今天一说做了这么多菜，结果我的公公他有事先走了，所以我现在准备跟他装一个盒子，待会儿跟他送到他在的地方。那个因为奶奶她身体有点不好，她去医院了，所以说她得去医院看一看奶奶，所以我现在就一样装点菜吧。 yeah, all four dishes amazing, Dad will love this. Oh, I know, you just comfort me, right? Actually, dishes are amazing. Trust me, anyone. Oh, this is incredible. You should sell this, I'll become rich. Oh, nobody likes my dishes. You know, real Chinese food is. You know Chinese food. It's not like I cook. Maybe I change a lot. I love your pee. Thank you. 我老公永远是我最忠实的粉丝，我做的每一次鸡皮面试我自己都觉得不好吃，他总是说总是支持我。So that's why I thought we just dropped the food off to him. I don't want you to feel disappointed, you know, you cooked and then dad maybe tried, maybe didn't. So at least just now you know he will eat, you know? Oh,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to you. You know, you're always supporting me. Oh, yeah, of course, you'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ou know, always supporting me. And dad will love the food. Oh, you know, thank you. I hope so. 我觉得女人啊，真的是在生活中需要一个时常在旁边鼓励你、支持你的人，这样子你在特别累、特别辛苦的时候，才会觉得有一丝的安慰。我的老公呢，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我记得之前好像有网友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过，就是说一个男人对待你的态度，也取决了就是他的对你的态度如何，也决定了他的家人对待你的态度。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真的是非常对，就是。我婆婆他们一家人大家都特别的关爱我疼爱我，其实跟我的老公也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大家都看得到他把我捧在手心上，非常心疼我，当然也是所有其他人也舍不得让我受委屈了。虽然说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平淡，有时候甚至还有举步维艰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这让生活中多了一些欣慰吧。虽然我们现在装修房子，说实话我最近真的是日夜吃睡不得，因为总是在思考啊，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而我老公呢，他也要不仅要出脑力，还要出体力。所以说我们，但是我相信吧，我们互相的支持对方，互相的永远的在身旁给对方鼓励。Do you want to go supermarket to buy some vegetables? Yeah, okay. Thank you, please. No problem, let's do it.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我们现在去超市了。好了，拜拜，拜拜，下期再见。